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赢过爱这事。你安尼做对离婚，敢会想过斩你吗？无法度啊，我若是无恁逼离婚，你是不可能答应离婚的。你是家己拎抱去倒位啦？你家己一个人，敢有法度照顾伊？你放心啦，我请一个保姆去照顾弟弟。安姐，我知你的心内敢对离婚真袂得过，不过为着你，我一定心肝也摊开。啊，若无我永远都无法度给你一个正常命，这对你来讲无公平。我无怪你啦。我是感觉离婚已经失去你了，现在又失去后生，我感觉伊足可怜的。阿姐，你放心吧，我这只是逼离婚、离婚的手段。可是伊若是愿意答应离婚，那呢我会考虑把弟弟送回来给伊，所以你不需要跟我遐尼计较。建宏，现在我心肝内足乱的，你敢卖用好一个人平静一下？我送你回去啊！唔免啦，那是赶紧回去陪你妈妈，莫让你妈感觉讲你即马为着我，连家己的厝拢无爱住啊！啊，佮有，你唔是讲你家弟弟抱过来啊？那安尼，你得加开一寡时间去陪伊啊，免用完全放互保姆去照顾。那安尼，我先来啊。一定要彻底解决，才有法度给安琪一个交代。走起，走走，真正是哭不出来白，那是白了。你先摆什么意思？冰岛呢？冰岛，冰岛，起来！大雄，小哥是我的贵宾呢。有听到无？小弟探听者，我是恁家的贵宾呢。好啦好啦，全兄啊，我已经卖叫你阿大啦。我看你囡仔输袂少啊，既然手气阿叫你阿歹，开去就卖遐嘛，去三门乱小轻松者。金无大。你即马在甲我亏了，我输钱就代表你赚钱啦。你即马是要赶在生意走就对啊。我是无想要赚家己人的钱。既然你甲想要搁搬，好了，小高，搁传我办了新挂，挂书生我的。是。金无大，安尼就歹势啊咧。我来遮是要来捧你的场，哪会当互你请啦？朋友甲要来甲捧场。我哪样都好好交代嘞，啊，大家欢喜就好了，啊。安尼我都无客气啊。嗯。那你好好算我。好啊好啊，来来来，起锅起锅。啊，无大家无大家，来介绍介绍。够了够了够了。好，阿姐。去。好，去村了。我已经等你真久啊！应该讲的，我拢甲丽芬讲过啊。伊唔离婚是伊的自由，啊，不过我嘛绝对无可能会认输。既然你这么有勇气，谁哪你外公明正大去争取你家己的幸福？你谁哪要逼阮小妹来签你离婚的？这是阮三个人的代志，无需要甲你报告。丽芬若是对我有意见，请伊家己来找我。稍等。你到底想要创啥？你应该知影我是安怎来找你啊！我伫恁家楼骹等你，好嘴跟你讲，还笑你面子哦。你若不爱插我，安尼我就去你楼顶找恁的妈妈。我想要去请教，看伊是安怎嫁出一个唔知影跟小手两行势的查某囝。我不准你去！你常常久久讲我手两行势，
你现在做唔转去问恁小妹，伊现在做无办法，甲家己红婿留伫身躯边。你是不是在讲什么笑话啊？翁阿婆的感情会出问题，假使讲若是无第三者，安尼这代志吼都真好解决。啊，不过伊个裴建彤伊会变心，迄是因为一开始你就想想要做伊的太太，你替伊拍官司，无要甲收钱，然后佫设计离婚替伊真多，你是有够卑鄙的。伊的感情若是有够坚定，我敢有这种机会？所以你到即马佫无承认你做唔对代志，爱情是倒位唔对？感情的代志，原本就是讲袂清的啊。就算我承认我做唔对，嘛无可能改变建宏爱我的属性，嘛无可能让建宏倒去你小妹身躯边。哼，阮家已经对迄个薄情郎哦死心啊，无妄望伊回头。啊，不过我真好奇，我想要知影，甲弟弟白走这件代志，到底是谁想出来？是不是你使人建宏做？我为了建宏，伊互这人配嘴烂。我无这尔无聊，去想这个办法。既然是安尼，你敢无感觉迄个裴建宏伊真绝情？这么无情无义的查甫人，你敢伊敢会有未来？还阁有啊，今仔日伊安尼对待丽芬，以后嘛真有一天，伊嘛用这种卑鄙下流的手段来对待你。你想看卖，伊敢有可能爱你一世人哈？至少伊今嘛是为着我，才想要赶紧离婚。在恁看起来，无论开始建宏伊太过绝情，啊，不过在我心肝内，这是建宏爱我的表现。你真正是一个戆查某呢，你安怎讲拢讲袂顺车啊？你先提钱，替伊开公司，啊，伊即马甲囡仔搁抢转去啊！你还替伊饲囡仔呢，而且你还无用一世人哦。到尾啊，伊真有可能无法度给你一个名分呢。你若是搁继续安尼执迷不悟，啊，你我嘛无法度啊啦。我唔相信讲丽芬无啥物滴滴滴，到尾啊，丽芬一定答应离婚的。好啊，安尼我就等你看，看你甲伊个裴建宏哦，会给冻偌久。无得看哦，伊甲丽芬还袂签字离婚，啊，真紧哦，都搁去爱着另外一个有钱的千金大小姐。你的面色看起来不太好呢，是不是身体不太爽快？可能是昨昏睡不好啦，多谢你的关心。香丽，你一定是担心起来，工作较侪，又搁爱顾囡仔，伤过忝啊。你唔通予家己遐尼啊大压力，若无你的身体会袂甘心。无问题啦，我搁有法度应付。你家这份公文送去给你。好。丽芬，大姐，啊，你去找刘安琪讲了安怎？伊敢知影建宏甲弟弟藏喺度？讲到迄个刘安琪哦，伊根本就甲迄个裴建宏哦是稳固的交动工。你敢知影？伊搁替裴建宏哦赞声，搁讲哦，即摆上好的办法就是恁两个人紧离婚啦。我看，我是家己来去找裴建宏。离婚啊！你先莫激动啦，爱小冷静诶。来啦，来。你敢知影？即摆连你刘安琪哦，伊的态度嘛变种硬呢，这就表示讲哦。因是有计划，我是伫咧惊讲吼，假使你若答应要离婚，死到因同款要甲囡仔幸福哩。大姐，你一定要替我甲弟弟找回来，若是失去弟弟，我真正无勇气阁活落去啊。我知影，所以吼，你一定要伫咧这个时阵吼，爱较冷静的，袂用个伤冲动。啊，因若讲啥物条件吼，你拢爱甲答应。我都唔相信吼，因的耐心有偌大，啊，逐工照顾一个吼爱安尼六岁六岁的囡仔，我跟你讲，过无几工啊，因绝对挡袂牢，乖乖甲囡仔送转来，吼。安尼是要等到什么时阵？我今仔袂等到迄天，我家己都挡袂牢啊。
我今麦规个头壳想的拢是弟弟，根本都无法度处理公事。我烦恼，根本伊根本都袂晓照顾弟弟，一定会把弟弟留在咧保姆遐。啊，弟弟雄雄互一个亲母人咧照顾，一定就袂怪事，伊嘛一定会就想妈妈的啊。我知影，我知影你一定会烦恼啊。啊，不过这个时阵哦，你若真正走去找伊个皮建通，拄啊撞到伊的家啊。 算公吼，你顺伊的意，答应要离婚。啊，不过万一呢？伊若是个人讲吼，伊是弟弟的爸爸，这个理由，无爱甲囡仔幸福哩。安尼以后吼，咱要甲伊讲条件，空间哦，都会愈来愈歪啊！你知无？我即马干那烦恼讲，你新的保姆不要照顾弟弟，万一若是有啥物意外，我……好啦好啦好啦，既然你这么放袂落心哦。 烦的啦，来找恁大家，叫皮家的人哦，出面来解决这件代志。不过，咱今嘛已经无别条路通好行啊，敢若剩这条。不过，我惊我若是甲建宏的代志突破，颠倒会去刺激到伊，万一心肝也瘫痪，啊，坚持无要甲弟弟交出来，安尼毋就搁较害啊。 当时会怎处理？后礼拜啦，多谢你关心。哎，有人替你甲水果车保啊？还是三保林飞来看你哦？不是啦，伊念在我受伤，是凯莉特别我准备的。哎，待一段时间啊，啊，实在无法互三保知影。我无啥物烦恼啦，嘛希望你唔通讲出去。 你嘛知影该严重了啊，所以唔敢还债啊。你若是继续聊落去，甲对起你爸爸，这是我个人代志啦，甲你无关系。我真正唔知你坚持啥咧，你若想要恢复你家事业，有真侪真好的工作，还佫有机会嘛。亲像我，嘛是安尼行过来，你若行偏了，死到。 是无得回头，你莫再讲啊！都什么经验唔对路，总比你这种西装干尼骨带回滚住，更加好啦。你想要讲我是为滚住，都因为你对克里的代志啦，骂你是滚住，算是对你客气啊。我是对克里做啥？刚刚我对伊无够好笑，我为着伊，我用心计较，帮助伊脱离苦海，啊，不过伊无爱听我的话。 为着要享受荣华富贵，出卖家己，这敢不当怪我？俊贤，凯莉的囝这个地步，你会负真大责任嘞。凯莉是因为是彩礼啊，伊今日不想起诉我啦。我是爱负什么责任？你敢不承认？你若真心关心凯莉啊，你就应该继续斗相共，唔是因为无照你脚步伫咧行，你就气嫌伊，家嫌我无做得好。我并无气嫌。 是伊所做的代志，让我对伊真失望。算了，你，莫讲遐济。伟弟哦，你看到拢是表面，我甲凯莉的代志哦，毋是三两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啦。我看到的不是表面啦，我看到真正的凯莉，才是伊真正本性啦。干那看了表面啦，是你啦。你唔通袂记，当初你是安怎爱着凯莉？ 好了好了，咱莫讲凯莉，咱无所因为这件代志伫遐受罪。我即摆想关心的是你的未来。唔免你加报，我想要报答你，希望你莫去做我好意。我老实甲你讲啦，我今仔日的受伤，唔是为着你，我是为着凯莉。你免因为这件代志，来感觉对我有亏欠。就算讲你是为着凯莉。 你嘛是因为我才受伤啊！好啊，若无其他代志哦，请伊离开，伊也免甲你讲。好啦，不过我希望我今日讲的话，你会当好好想一下。
我明昌其实袂歹，真多谢你，该照顾真好。你无需要讲，谢多谢啦。这是我亏欠明昌的，我本来就应该无在意啊。你甲明昌是安怎熟识？甲你有什么关系？可以，我是关心明昌。你到底想讲啥？你应该知影。 明昌已经介意你，忘唔掉，伊开始对我真好。你既然知影，你是安怎背后明昌对你的付出？你应该甲话讲清楚，你介意是无可能的。我甲伊讲啥要创啥？你已经是老党的人，你安尼做对明昌无公平，还是你自己是要利用遗体去做代志？ 你讲话啊！这是我跟明昌的代志，伊拢无意见啊。你是咧烦恼啥？永春，你只好把你跟李芳的代志管好势就好，莫管芬芬这边来。我为明昌烦恼，替你感慨。有啥物好感慨？ 你甲人老做伙应该是为着钱，伊是无简单才拄着一个对你真心实意付出的达摩人，所以你想要利用民众的感情，那办就你的抗议。你安尼做毋来真残忍，搁真卑鄙，你知影？我到底做甚物卑鄙残忍的代志？你真正是莫名其妙呢。安怎？跟我民众对我好。 你也在操心。我只是希望，你也在甲我话讲个清楚。阿达妈，你毋通伤害明昌，对你嘛无好处。我早就甲伊讲过，伊只是唔紧听，我嘛无法度啊。你莫阁辩解，我甲他希望你赶紧离开明昌。阿达妈，你安尼做，是伤害一个人感情。 是咧利用明昌啊！你问伊要创啥？你会直接叫明昌提醒一下就好啊。虽然明昌有较单纯啊，啊，不过伊嘛不是戆人，伊会这样介意Kitty一定有道理的，但你无需要管遐济啊。你讲的有啥道理？到底有啥物道理？ Kitty 嘛不是完全无优点嘛，伊的心肝软，而且伊对待的朋友拢是全心全意。啊，不过已经改变啦。人国家安怎变，本是未改变啊。虽然讲咱看袂到 Kitty 的优点，啊，不过我相信明昌一定看会到，才愿意对伊付出遐侪感情。你意思是讲 Kitty 无改变？ 是甲较早你甲伊的Kitty讲过，我毋是这意思啦。是我感觉我今日甲Kitty讲话的时阵，伊敢若真济无奈，佫讲袂出来，所以我想讲伊是毋是有啥物不得已的苦衷。你还佫做关心Kitty的嘛？你莫胡白想啦，我早已经讲过啊，我Kitty代志已经过去啊。啊，毋过你最近常常讲到伊，我无佮意款感觉。 好啦，你若是无介意，我就莫讲啊。俊霖，我想要去你公司上班。你这公司面做得好好，那雄雄要来阮公司上班。这工课我嘛做了真深啊。 啊，建玉桥我嘛有识啊，我来去遐上班，嘛会当甲伊斗相共。
你是惊我甲 Kitty 搞什么交叉，所以要来干事吗？我是想要跟你斗三工的，你来讲这是干事？啊，不过你表现态度，我感觉你对我无信任。若是安尼，我无得接受。现在 Kitty 在当做恁公司股东，我特别当去恁公司上班。你我，你搞到我白想啊！那真正是因为这個原因，你来公司上班，死搞到因的起冲突，对咱的感情无好处嘛。我会较注意啊。无可能啊！我真了解你，你常常因为叔叔偏用的公司，你安尼做我真为难。真正是咱的公司，你想要安怎就安怎。啊，无即马我是旁人的饭碗咧。那真正因为叔叔偏用的公司，我对阮当团队是要安怎交代？我凊彩讲讲的尔，你若陪我去，我就莫去啊。艾米，这份公文你要家己亲身去走，你唔通干呐放喺柜台遐拢唔管的。是。好，你过去。我接电话。天龙生计。哦，李太太，你什么代志啊？哎，不是，我今麦伫公司，我真无闲呢。啊，你不是专业的保姆吗？像这种代志，你用我得处理。好了好了，我今日我会较早过去接你啦吼。啊，安尼。建豪，弟弟是安怎呀？帮我讲，弟弟一直哭，唔灵唔灵啊，嘛唔困，关咧哭到一直直喘，我想可能是没关系个。保姆若是有够专业，应该知影要哪照顾弟弟才对啊。哪会母家爱你家己去处理？万一处理无好势，互弟弟食爱困药啊，安尼佫较害。我看，那是关了弟弟接回来啊。嗯。是啊，啊，弟弟接回来，甚物照顾弟弟啊？你回来照顾啊。我用试看卖，我甲弟弟是不是缘分？阿姐，多谢你愿意来照顾我，我真感真欢喜。我知你想受着我。因为我要甲你建立一个属于家己的家庭啊。我若是有机会当照顾弟弟，甲弟弟培养感情，那安尼就算讲以后咱有家己的囡仔，嘛袂去影响到我甲弟弟的关系啊。你有我安尼付出了，我真就感谢你。好啊啦，你赶紧把弟弟接回来。啊，公司啊，我来替你烦恼。若有甚物代志，再打电话给我。嗯。好，我麻烦你啊，我先接弟弟。好。安琪，我现在在公司外口。嗯，弟弟，我接到，好，我等你。弟弟，弟弟莫哭吼。等一下哦，安琪阿姨带你出去耍哦吼。来，三二一，哎呀！哎，所以要看安琪阿姨哦，哈。安琪，弟弟，啊，弟弟，这个水呢？哦，这是安琪阿姨哦。你看，伊在笑呢，伊唔惊气氛哦。可能伊较介意你啦。对啦，弟弟，我来陪你先去开车，哈。好。弟弟。Thank you.
这离婚哦，去找你裴建宏讲较安怎？你是咧想啥？哪来公事公事？无啦，佮讲无，啊明明都有代志啊！哎，好啊啦，你莫佮烦恼吼，俊贤佮Kelly的代志啊！ 因两个人迄段吼，早就已经过去啊。搁再讲，即摆迄个Kelly吼，已经对老党啊呢，所以因两个人吼，无可能会安怎啦。啊，不过我感觉顺贤对Kelly的态度改变啊，伊即摆讲着Kelly，你口气拢足唔甘的，足不忍心的啊。从时我坚持要甲顺贤离婚的。 需要对不起伊较济，我哪会立场要求啥？哼，哪会无迄个立场？起码恁两个人吼是重新伫咧交往的，是男女朋友。你根本就是有迄个立场，搁去问俊贤啊，看伊即马对Kelly伊还阁有啥想法啦？我甲俊贤阁重新交往，我得甲我家己讲，我一定爱真心对伊好，千万唔通阁犯过去同款的错误啊！ 啊，不过，大姐，万一俊贤能够跟Kelly做伙，我真正就唔甘愿嘞。袂啦，你莫看一下遐细只囝好不好？啊，不过俊贤今麦根本就无法去丢当厝顶的公司上班啊，因为敢唔是咧顾着Kelly，一定惊我规工甲顶调调，伊都无机会接近Kelly啊。 应该袂啦，我想俊贤吼，唔是迄种人。俊贤即马根本就甲明昌当作情敌，啊，为啥那伊特别主动明昌甲Kelly交往？哦，你是咧足敖多疑的呢。即马唔是Kelly讲吼，伊想要跟啥人就跟啥人，伊已经是老党的人啊。佫再讲吼，俊贤嘛无可能接受伊甲老党迄种关系啊。 离婚，啊，公安啊，是安怎想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去天桥找建宏，竟然看到刘安琪抱弟弟，甲建宏有讲有笑，袂输敢若一家人同款。啊，这袂建宏小够可恶的呢，啊，竟然甲弟弟搞迄个狐狸精，伊即马不到底是差什么安怎啦？ 你是怕什么？跟弟弟离才做不了。但是不管安尼，咱都无去因皮家斗啊！因真正是愈来愈超过安尼。丽芬，你即马无想去替因顾虑遐尼济啊？先甲弟弟笑转，较要紧啊。对，咱即马吼，就来皮家，叫皮家吼，比迄个皮建宏，甲弟弟交出来，行。 建宏甲弟弟抱走啊！啊，那安尼？啊，那建宏哦，趁内文无注意时阵去保姆遐甲弟弟带走，啊，即摆利用弟弟的威胁离婚，就甲伊签离婚。啊，妈，建宏甲我甲弟弟带转来，啊是讲你知影建宏甲弟弟带去倒无？你甲我讲好无？无啦无啦，啊建宏阿无甲弟弟要带倒转来厝的啦，啊，搁这代志我根本就唔知影啊。那建宏到底甲弟弟带去倒？ 妈，啊，你敢免卡电话，问建宏一下，看弟弟即马到底伫倒位？好，你莫紧张啦，吼，我有随卡电话，我随卡电话啦，吼。死囡仔婆，你要创啥？你宁波的号码现在收不到讯号，所以无法接通电话。电话哦，接袂通啦，哎呦，来气死啊！在不啥？建宏一定是超工要让我跟弟弟分开，因为我要好管的弟弟啊，一定是安尼。
啦，袂啦，你听妈讲啦，袂啦，建华的心肝无可能遐尼凶啦吼，啊伊哦，啊只可能是吼，出滴滴哦，出去佚佗啦，啊伊嘛知影讲吼，我这阿妈是做思念滴滴的，一定会带倒转来厝内给我看的啦哈。亲，我嘛现在伫咧想啦，啊是讲照你拄则安尼讲，这件代志你敢真正唔知影？啊，若是安尼，建堂无甲囡仔抱倒来给你顾。安尼伊就抱啥？亲，啊，这件代志你讲你完全拢唔知影，是有较含嘛？啊，凡说你都已经接受刘安琪拍算要来护理站入恁平家的大门，啊，才会甲因斗空要来逼离婚签约的无？哦，冤枉啊，冤枉啊！我无可能安尼啦！我哪是知影，结果我甲弟弟带倒转来，我哪有可能遐尼紧张啦？妈，你还相信妈呢？啊，妈会当来救助啊！我绝对唔知影这样代志啦！你还相信我呢？妈，我拜托你跟建宏讲，为着弟弟，我什么拢答应你。以后我签你离婚，我都签你。只要弟弟会肯来我辛苦，其他我都袂遐尼坚持啊！袂当，袂当，离婚啊！你绝对袂遐答应离婚的啦！哈，我来讲，弟弟哦，干那一个妈妈，就是你啊！在我的心肝内，就干那一个媳妇，就是你。我绝对无可能哦，好遐袂见笑，互你听哦，打你来咱平啊一卡步的啦，哈！你相信我啦，我那是不答应，伊永远都袂甲弟弟还我，我那是去弟弟，我真正无想要活。袂啦袂啦哦，等一死囡仔半夜回来，我绝对后来问好清楚啦，我无可能答应互伊安尼学爸母的啦，哈！亲母，阿玲，我拜托你，不管安怎吼，你一定要替阮离婚哦，甲弟弟偷偷回来。会啦会啦。亲，我话先讲正经啦。时到黑建宏若无甲弟弟交出来，阮就直接去找亲家，啊叫亲家出面来还阮两个一个公道。哦，唔通啦唔通啦，亲家爷啊，哦拜托者啦，都这样代志哦，你先莫让大家知影，等爷爷伊心地人夹起哦，绝对会甲建宏拍死的啦。啊，不亲，我嘛无可能急点点啊，不管用什么方法吼，阮绝对要甲弟弟吼带转来离婚的身躯边。哎呦，亲家爷啊！拜托姐啦，啊，你先搞好这样代志哦，交我来处理啦吼，拜托姐，拜托姐，离婚啊，到一开始哦，就是建宏对不起你啦吼，妈哦，绝对会替你哦主持公道的啦吼，啊，这个代志哦，交我来处理，我绝对会给恁姐哦交代啦吼，好无啦，啊，好无啦，好啦，亲，我先相信你，那恁弟弟的代志吼，都要麻烦你啊，啊无，我先来等。在等你的消息，应该啦哈，我绝对足紧足紧的，予恁消息的啦哈，好不好？离婚啊，你莫伤心嘛，乖哈，妈一定会听你的啦。离婚啊，哎，亲家姨啊，拜托一下哈，啊，好啊，替阮照顾离婚啊嘞哈，干我的死囡仔婆啦，所以你养死我，养死。哦，弟弟家就够尊严嘞。是啊。他是讲，咱唔管伊家庭还是囡仔，伊也在参与计划较快吼。是啊。迄时阵，咱若是无分手，即摆应该闹囡仔，而且比弟弟搁较大吼。安琪，我看你爱照顾弟弟啊，真正就像一个妈妈诶，想袂到诶。平常时看你这么冷静，这么有智慧，根本就是一个女强人呢。想不到你竟然这么爱囡仔。可能是自细汉我都是家己一个人，拢无兄弟姐妹做伴，所以我一直就想要有一个属于家己的家庭。以后弟弟若是大人，我一定要替伊找一个弟弟啊，是妹妹来陪伊。爸爸，爸爸。我嘛是安尼希望，只是离婚即马都唔肯放手。无炸呢？哈，奶奶哦，咱进去买好不好？伊就抓担起安尼。啊，我看我要带弟弟去我妈遐好啦。你唔是讲今日会甲弟弟抱去好咧？无紧啦，我想办法啦，我靠近我妈啦。我想我妈这么想弟弟，我妈应该无想弟弟离开伊身躯边才对啊。好。好啦，来。哎，弟弟乖好，莫哭，来，乖。建宏，
失恋啦，我袂晓顾弟弟。啊，你妈你讲啊，咱两个拢无照顾弟弟的经验嘛，对吧？吼，你无需要伤过自责。好，我先替你抱倒。嗯，落去说你哦。好。快来走。上好哈，伊囡仔拢莫甲我转来，若好歹啊转来，我绝对来收你个吼，亲切啊亲切啦。是。我转。死囡仔婆，你知影要转来咩？我的心肝啊心肝肝呢，阿妈在收你个呢。哎呦，哎呦，咱口拢澹澹啦，哈，啊你哪拢无解换啦？哎呦，来来来啊，口提来，我解换下啦，哈。你是安怎出来啦？哈！啊，囡仔吼，哪会出到安尼啦？啊，裤拢湿去啊，拢唔知影换嘞。哎，你是安怎啊？你是安怎？你哪会吼去吼，家离婚了吼，甲弟弟嘞吼偷抱转来啊？你敢知影？迄离婚了，哭甲烦恼甲嘞，啊吼，带因两个阿姊吼来遮吼，要甲我讨囡仔。嗯，啊，还有啦，啊，你真正你想看你也通烦啊嘛？哈！啊，你真正要掺离婚离婚哦？啊，要掺遐外口遐狐狸精咧做伙，你才甘愿呢？啊！讲话啊，讲话啊你！既然离婚就来斗啊，无啥好隐瞒，无唔对啦。啥？你要死啊！你要死啊！啊！你真正要安尼做啊？啊！即马大陆拆破面嘛，即马就算我离开安琪，离婚嘛无可能接受我，所以我当然嘛处理我甲离婚离婚的代志啊。啊！即马离婚唔肯离婚，主要就是想要报复，因为心内唔甘愿。我当然嘛爱想一挂非常的手段来甲伊对付。我无可能让你安尼做啦！哎，阿哥再讲啦，他离婚哦，伊无爱同意离婚，你敢知影？这就表示讲哦，伊对你阁有情分呢。妈，你莫遐替离婚讲话啊！即马我唔管讲离婚的心内到底咧想啥，我是一定要甲伊离婚的。我嘛感觉足奇怪，我拢想无咧。安琪是倒位一点无好啊？啊，你哪样袂接受？嗯。今日予你食咧外好哈？哦，你抱弟弟哦，参伊做伙哦，啊，哈，等下弟弟会当照顾到，因苦长又唔知影要换哦，干那凭这点吼，伊就无资格哦来代替阿离婚哦，做阮弟弟的妈妈啦。哼，妈，迄不是咱钱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我弟弟出来给一个保姆照顾，哎，保姆就打电话来，讲什么弟弟一直哭，伊无法度甲照顾，啊，就叫我去遐载，啊，我们才甲抱转来。啊，啊，你甲弟弟抱出来偌久啊啦？啊，唔对，拢无给伊食物件。有啦，拄好我安是就饲一挂迄落蛋糕啊，佮冰淇淋啊。死囡仔，无夭寿啊！当你细汉时阵，我也无安尼，后边甲你饲物件食啊，哈。哎，敢知影？你予我心肝宝贝孙食这，哎，歹巴肚呢，无夭寿啊！你对，阿妈唔甘哈，阿妈唔甘啊，哈，乖哈。嗯。对阿妈。阿哪？啊，离婚因来，因敢有讲啥？讲啥？要来甲我讨弟弟转去啦，讲啥？讨弟弟转去。嗯啊，那是不可能的代志嘛。嗯，妈不是，妈你也知影，我甲弟弟抱转来，我主要就是要用这個来甲离婚讲离婚嘛。你才免想哦，要掺离婚离婚呐。嗯，那我唔答应啊，但恁爸哦，绝对也无可能同意的啦。妈，你妈安尼好不好？我今晚真的无心情哦，各位观众，我爸在想啥？你思念弟弟，你都要支持我，安尼弟弟才有法度留在你身躯。无可能。那你弟弟行吗？嗯。你要从啥？弟弟，我要抱保姆照顾啊。哦，这袂当嘞！哎，拜托一下，那弟弟哦是我的心肝宝贝孙嘞。哎，建宏啊，伊是你的亲生骨肉啦，你甘忍心啊，让伊外口咧吃苦了？我唔甘，我唔管。我唔敢。好，妈，弟弟会留弟弟身躯边，阿哥你也答应我，弟弟你绝对袂用抱咧。
妈，我抱弟弟回来哦，那是为着讲哦，我要甲离婚离婚，我嘛是为着你。之前你拢伫我耳旁边甲我念，人讲哦，你足想弟弟的，你希望弟弟能回来你的身躯边甲你做伴，所以我就想办法甲弟弟抱回来。你即马也是甲弟弟抱离婚，安尼以后真有可能拢无机会搁抱回来。妈个无，除非你想要让弟弟陪离婚，伫外口安尼过生活，安尼吃苦，啊，若无你一定会支持我。妈，你拄仔拢无看到这安琪啥照顾弟弟的，无唔对啦，这安琪是毋捌生过囡仔，所以较无经验。俺本来讲到这爱弟弟的心情，伊一点仔都袂比离婚较少。你把我掂去啦！迄外口的狐狸精要比啥啊？他弟弟哦，哎，妈妈是离婚的。那个查某是冰箱要插离婚来比啦，哼，免笑死我。妈，今麦我唯一的一条路，我就是一定要甲离婚离婚。卡出你阿婆都甲斗相共，来我就甲你想办法。来来，你弟弟抱我，我替我保姆啦吼，我再来甲我离婚讲离婚，来啦。我爱啦，我爱啦，你甲闪来你，我绝对无可能哦，我的心肝宝贝孙啊，我外口吃苦的啦，我唔甘啦，我，我来讲啦。唉，到今麦哦，弟弟哦。无妈妈来照顾啊，啊上无好啊，嘛爱有我这个阿妈来照顾，对无？哎呦，好啦，我暂时答应你啦。啊，不过我来讲哦，吼，你即马吼坚持吼要掺离婚离婚哦，要掺你个查某做伙哦，我是绝对无可能答应的啦，你知影无？妈，我就是安尼想啦，吼，弟弟留伫你身躯边，我你知影。弟弟，你千万别用抱了，哈。嗯。不知阮大家有找到建宏无？伊伫店尾遮等嘛，毋是办法啊。哎，丽萍啊，丽萍啊，好啦。今麦啥物消息拢无，真正就袂放心的。我看我是搁去阮大家迄边问看卖啦吼。丽萍。莫这么冲动啦！啊，恁大家不是讲过啊，一定会给咱一个交代。弟弟若是有消息了，一定会随通知你。来生做一半记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情。